有好多嘅高級腕錶咧，都會用上一啲好矜貴嘅材質去打造。不過再矜貴都唔及我手上呢一隻 Parmigiani 咁特別，因為佢嘅錶盤咧係用上咗隕石嚟做，所以無論係光澤定係紋理都係非常之獨特嘅。品牌以全球首創嘅電導技術，為獨特嘅隕石打造出眼前特別嘅色調。機芯內嘅偏深白金微型自動擺陀，成就出只有 2.6 毫米厚嘅超薄 PF701 機芯。每一个部分都是由品牌自家制作，精雕细琢。呢款腕表有103块珍珠贝母，一块一块咁围住铺排喺象征住旋风中心嘅陀飞轮框架度，呈现渐变蓝色嘅效果。腕表搭载由品牌独家配置嘅30秒陀飞轮，每分钟旋转两次，速度系一般陀飞轮嘅两倍。再加上7日动力储存，系制表技术上嘅一大壮举。另一款女装月上表，经典中暗藏脱俗元素，月亮表面由陨石坑构成，赋予月上栩栩如生的形象。表盘中心刻有莲花，当夜晚降临，月亮升起，朵花亦都会随之而绽放，由内而外散发住无微的女性美。頭先提到 Parmigiani 呢一隻錶咧，佢係搭載咗30秒嘅陀飛輪機芯㗎。咁其實同傳統嘅有咩分別呢？傳統嘅陀飛輪一般係60秒轉一圈，而呢款嘅陀飛輪機芯比傳統嘅機芯快兩倍，只需要30秒轉一圈。除咗補償外力所帶嚟嘅誤差之外，更高嘅轉速可以帶嚟視覺嘅享受㗎。